它的名字非常可爱，它叫做静，就是干净的静。然后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，就是它是一个按键而已，没有发现。现在看出来它就只有一个 power 键。我跟你讲，这种是最适合我，因为开跟关都同一键，然后它现在就很方便，就按一下，这样就好了。他就走了，开始了，对，他就开始去做他的工作了。他的这个刷头，他现在在那边转，它是两个，对，他是刷头，然后这样往外。小朋友摸会夹到吗？而且你会发现，他撞上去的力道其实没有太大，对。然后，而且他其实是有一个那个独家智能的，它有一个行动电源，我来把它就是这么。你有看到吗？哦，就是这个，真贵，就是这个，这就是它的电池。对，这就是它的电池，就是它在这边充这一颗，然后再把它放进去，就够了。行动电源，对，都很漂亮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滤网，它就是像这样，很大的，有没有？收集盒就直接这样子的，然后你就把它这样再这样丢回去，再放回去。组装非常的简单，而且它其实是静音式的，你发现它的声音其实不会到太大。然后你看它从不同的材质。其实它没有，对，你看像这种木质的地板，然后到瓷砖，到地台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这一台啊，它最让我觉得惊艳的，这一台它可以过滤 PM2.5。好，那我相信大家一定对这台甜甜圈机，对它的价格感到很有兴趣。我觉得价格上就是以小资女的标准，4000有找，4000有找，4000有找。